ご覧の番組は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、超髄の宇宙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哈。今天是什么？这台 Escape， 这台是要做爱心的。虽然是做爱心，可是我还是要做完检查哈。检查就是要请哥这个顶起来，好，五油三水，底盘要检查，不敢把它保证说恢复到100%啦，最少要卖好雕漆，卖好够咯。好，来，等一下带大家去看一下，走走走，带大家去看。首先先带大家来看一下那个底盘有没有漏油，可以进来看一下。目前看起来，你看底盘，好，你看还其实还蛮干的，没什么漏油。这边看起来还 OK， 好，再来就看一下那个避震器跟好，这边传动轴是好的，塞进来，哇，塞进来，好，没破皮，好，啊，再来避震器，如果从外面可以拍到，就是没有漏油，如果漏油就会湿湿的，好，这是方向机啊的回旋头啊，合上头，方向灯都变坏坏的，这边都小块破皮啊，这里是破皮，哇。你有时候啊，你这样看啊，是没有感觉上是OK 好，因为你还是要试开哦。如果异音的时候再去更换，是比如说避震器啊，是哪里有问题，在感觉上呢，车体还 OK 好，还有后面顺便看一下啊，这东西非常正常，就使用这么久以来，就是稍微有一点生锈，都是很正常。但是避震器，你看这边都哇，没老油，那老油就看它呢，这都结淡淡嘛，左右看一下。对，没坏。好，师傅甲我按电来摇看麦，稍微左右这样动一下，摇的时候还蛮明显的。这个就是摇看舵杆有没有危机哦，你这边嘛爱，这个就没有那个间隙，那个刚刚有间隙就空空空啊嘞，这个就没有。会晃动是正常的啦，可是那个有一个那个间隙就不正常了。回家看。好，平衡感橡皮，我也就挂嘞。这边比较严重，哎，三角架小块啊，对不对？三角架那个，还好啊，阿未整个脱离啊，是小块变的呀。这一只，我们看到这里，你看这个，又要那个了 ，CPR 了。引擎卡好耶，我们在找茬。引擎脚啊，变速箱，引擎卡拍一支了，对吧？还有这一只，这个嘛就酷哎。换不啊？它还好嘞，没什么漏油嘞。它没有漏油啊，因为那一只断了，前面断了，所以断了两只脚。这只不晓得会不会太牢，这个 U R 嘛，对不对？这只要发动才会知道。对，这只油压的哈，如果油压的很简单，就是冷车发动很陡，还有是一判一啊，一的判一啊。啊呀，发入泄位时阵震动啊，入旧啊，就因为它油压，它热了就其实就会减缓了。还有是正时工，可以经常判一，就还没有辨别是这只，可是这只是最贵的，油压的是最贵的。老风哦，哎呀，漏气了哈，这几辆有漏气啊，在漏气啊，有听到声啊，我有听到声音，老风的声啊，对，哎，速的风了，别顺路哦，加了，我吹你哇，加哇，错了，你看，瞬间治疗法，这是暂时性的啦，不是这样就好了，我先把它藏起来。让它不要吸到多余的空气。好，可以了，初步弄好了，我们要去试车了，走。哎呦，我们要去试车了，接着刚刚塞底沟啊嘞，底沟也塞一塞哦，推高机啊。对啊，就觉得我要这几天嘛，在等，没有，是就很陡啊。哇，陡到你看，啊，哇，所以冲哦较顺嘞，为什么会陡啊？引擎脚也有差啊，刚刚不是看了说断了，你看它引擎是左右前后，它断两只啊，啊，两只在发动是不是会有震动？哎，断掉的时候就是本来是靠那个橡胶嘛，它断了就是直接这样溃流啊，直接往引擎跟车体是整个在一起的，就会抖动了，冷气会冷了，冷气正常。刚开起来感觉轮胎有点吵，啊，有时候轮胎跟培林的时候，你知道怎么辨别吗？轮胎啊，轮胎你啊派起啊就变形。你在开速度啊，再开出来就会有一种轮噪声嘛。可是你速度越快，它会不见，因为它声音往后跑。如果是培林的话啊，假设是培林坏掉，你开越快，那培林声音越快，因为它转得越快嘛，那声音就很大声。这是一个培林跟轮胎的辨别。像这个刚刚还不知道，因为还没有出来。如果速度更出来，就知道说到底是培林还是轮胎。对，轮胎，轮胎也会变形啊。轮胎的变形呢有几个方式嘛，比如说你长期让它胎压不足。
还是过保它都会有一些容易变形，还是说长期压着，假设你就一停，大概都停很久，高低差都会造成轮胎会有变形的疑虑，对啊，啊轮胎久了本身就会比较硬化，都会就做保险啊，就是很吵嘛，对吧？再开快一点，绝上吼，那转起来有点不太顺，应该是配一点坏掉。那、啊、你们不觉得开越快越大声？哎，刚刚我看那个轮胎的胎面啊，其实也比较没那么的顺了，已经修花跳杆了。跳杆的是，本来是轮胎不是有那个胎痕，它已经这样会起伏很蛮大的，对，没有很平整，红红球啊，对啊，这应该是配一点坏掉了。好、哦、啊，听起来就知道嘛，在左前方嘛，有时候你听注意听就知道是说前后左右了。开起来还不错啦，蛮有力的，因为2300的这种车哈，它的缺点就是它会比较耗油，可是它做到2.3的，它的耗油还是蛮惊人的，所以虽然要做公里，所以如果你要买这台车，当然会比较便宜，可是就是自己要量力一下，因为如果你是刚好哦大学刚毕业而已，我觉得不建议啊，它才22K，养这个的钱应该10000块了，只剩10000块，阿达你可以过生活吗？都是卡错就算了，转速没有掉嘛，是吧？就是卡把嘛，这就是眼镜卡嘛，眼镜怠速也在错，还是就几个嘛，点火线圈、火星塞，可能这几个会坏掉。人家怠速刚刚都还蛮平顺的，已经抖动比较大，可能引擎脚真的就挂了。哇，错啊！哇，安德伯啊，如果引擎不顺，空档也是抖，不然顺便交起来，你看哦，低档，有没有一直抖？好，你看打空档就不会抖，很明显的引擎脚。好，如果你是引擎的不顺，你打不管什么档，连 P 档、R 档什么档都是在抖，那么很都会抖，因为它不顺嘛。所以刚刚就是一个辨别，就是整数不能乱起伏。好，那个就是引擎表示它可能真的哪里不顺，点火哪里不顺了。这个在那个免费的按摩椅了，整台都这样抖来抖去的。为什么声音你知道吗？刚刚那镜头掉了，刚被我折一下，让它掉了。对。感觉还 OK 啦，就是回来再稍微，比如说做一下保养啊，啊，顺便看一下那个检查一下，因为150000的，如果他没有做过什么大保养，其实就是需要大保养，比如说水泵壶那一些，哦，就需要更换的。如果他100000换过，刚好50000的，就有点尴尬，就看一下他的使用的状况是怎样。对，因为现在的车啊都是铁链的，没有正时皮带，皮带是一条号称就是大概撑100000。啊，150000，如果他刚，假设他100000换的，他现在跑了刚好52000而已，开起来还蛮好开的啦。哦，在跳动的时候没有声音，如果跳动有声音有没有，就可能就真的是避震器挂了。啊，有时候吼也不能这样讲啦，有时候赔礼那先换，换了之后再开，就知道哪里有异音的，因为它太吵了，吵到你别的地方你也听不到了。对对对，好，所以这人家修理车就麻烦了，就安尼先用加用后料都去加加看哎都位哈。A 用完换 B，B 完换 C， 前面没声音了，后面又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前面安静了，后面声音就听得到了，就是这样嘞。因为后边较远嘛，所以你总是要听无嘛。除非后边是足大声的，哦，你才知影。来，就开始要叫材料了，给换落去啊。哦啊，里面一样啦，它有石缝痕迹啦，像这个它就少了一个，应该是一个四盖而已啊。它这是 UV 的孔而已啊，这个是那个停车的时候都在按的。哦，而且内底都清清平平啦，足水啊！哎呀，你看人咧，哎，你看我这个毛电动的，你看耶，有没有？还不错哈，还有天窗哎，你知道还有天窗，对啊。Yes， 好了，回来了，再來就是真的要处理下去了。大致上还 OK， 就是眼睛卡，好，刚刚就是就引擎脚嘛，啊，再來就是那个配铃，哎，不要恁古派去，较大声，还有那弯弯的吼，啊，都迄个。和尚头迄个破去，迄个处理哩，处理好继续都试者，因为我们唔是话换试一届啊，换换的都爱都试。为虾米？就是我他讲的，安尼较会准对。总无咱做公益，咱嘛袂使做甲伤闹鬼，结果起搞空。所以虽然袂掉车，但是咱嘛是袂使，最少都要换到没声音这样，对，这样才 OK。好，请小陈继续换东西了。好，走下车。
录一下那个坏掉的声音哦。刷刷给我，刷刷给我。对吧？用手转就有声音了，表示那个真的是坏掉了。好，这是换下来的培林。好，那这个新的已经装在上面了。哦，就是整个这样换下来。对，那现在转起来就没有声音了，就没有像刚刚有异音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把这个羊角装上去车上吧。开舵杆的时候啊，有发现车上头的防尘套破掉了，料已经有叫了，所以等一下等料来，我们再继续。车上头来了，嗯，我今天就把它装上去，装完之后再去定位，就可以搞定。装的时候啊，要注意啊，要先。不要差太多，不然定位开起来也会很怪。开去定位的时候，和尚头就是它连接舵杆跟羊角的一个关节。那因为它这个头啊，我们看旧的啊，它需要转弯的时候，它需要跟着万向头这样一直转。所以它用久的时候，第一个会磨损。你可以。如果有机会来转的话，这个是一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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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基本上这就是和尚头已经磨损了差不多了。基本上这颗螺丝它调那个定位的时候会调整，所以我都不会锁太紧，等定位的时候它再锁紧会比较好做事。松好之后它有一个插片，再把它插进去，避免螺丝松脱，对准就很好插了。这样子螺丝松掉，基本上它也不会脱落，因为这个脱落啊，基本上你方向盘啊打的时候，这一边就不会有反应。危险性的东西，基本上车子的设计，它都会设计一个安全插销，确保松脱发生意外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直接装轮胎这只引擎脚整只脱离，真的。后包走到后头，一样都裂了，嗯，还是会震动，已经一步，已经两边这里后面，这边。已经没有固定了，对啊，太僵哦！这台车真的是严重，每一只脚都很严格，都裂。哇！全断，四肢全断，这是最后一只啊，还有一只，最后一只，但是最后一只，算是痛苦的开始，因为四肢全部都要调整，还不能全部锁紧，新的就不会动，新的不会动，然后旧的都已经会转了。
暂时先发动而已。为什么要发动？因为要让引擎脚的位置对到正确的位置。哦，因为引擎脚我们都还没锁紧，那要先让它对到位置之后才，这样车比较不会麻。我们没有长马妹，我们只有一个长发的，可是他有带把的哦，带把一听有无？这边都讲啊，是吧？你看这什么？公益车嘛，诶，这要拆掉无？出马嘛，还是加挂？加挂，不是啦，这卧虎啦。哦，好，那你有说过一样，该弄一弄，也要清一清。哦，这个，诶，公益车这个拿来拍卖，不然被矮无自取。好，乐捐，安尼较有钱啊，不你拢无啊？好，一样啊。虽然它是公益车哈，我这嘛是讲，我咱这拢爱听跩说，这嘛是足久啊，种破去啊，贵咱拢换一撮新的好啊。科批供应，剩歪的。美容要做完那个，我们有一集不是有那个吸尘器吸，对不对？高压杀菌，虽然现在天气很热，还是要做。我们现在轿车一样都有做，一样在做一做。所以公益车我们不能说现在的那个对，好，大家都知道。不用再讲了，等下又说攻击某个国家，就是这样。哎，这跟哎，拔起来说，免吧？哎，拔起来说会使啊。啊，你钱要加起来吗？啊，你钱要加起来吗？你要加起来，我就用啊。对，对吧？就这教师讲的，不是做不到，哎，是你做不到啊，你啊，哎，对，不是我们做不到。啊，这个我觉得哈，较简单的，我就只皮套给它脱下来的话。这样比较省了嘛，你要换掉当然是可以啊，车缝线嘛，安装买省。但是我是讲，它线可能都要包一下皮的话，啊，这个我刚想办法换个塞固定了，无，伊之前是靠安尼固定的那样，我们自己再想办法把它固定好就好了，对啊，好的东西我一直沿用啦，啊，这赶快啦，那你后边嘛用啊，它这个很好玩，它可以开这样，这就是它开两段的，这是放东西比较简单，可以这样拿，有没有？这样拿东西，对吧？物件它被造出来。哦，啊，都第二段了，哪开啊？这样，这个是好诶，好诶啊，这种好诶。啊，这第二段呢，有无？啊，这个应该就不会装了啦，这一门装这样的。哦，对。对啊，外表哈，应该是洗一洗弄一弄就好了啦，因为又烤漆花一花，成本又太高了，对啊，就失去做公益了，不然。烤烤了嘛。对啊，先把家用起来啊。最基本的，最基本嘛，就做水用好的话，好啊，洗洗就用用的就做水啊，好吧，开始要来拼啊哈，啊这个哦，这路杰，我们知道恁知影无？这个拔起来，是啊，哎，好嘞，这样一致才可以放平。这个哦，我觉得这台车不错哦，这种我们把你绑就安嘞，再卸可以怎样？伊安嘞，两边拢绑了一个黄爱做多的，是吧？哎，它是平的，可能平的啊。所以这台如果真的要载东西，其实还可以啊。而且先给你擦一下，哇，擦了，好不好？你看，来这拢无垃圾的，这袂平哦，都只水的哦。这个小砖头，哦，袂使板断嘞，啊，就平啊。开张，我来扭一下哈，你看哦，到这样底，到这里。最早超过140公分以上，140在这里，好，应该可以再多一点，好一个长度，嗯，对啊，还不错啊。如果你要上更大的，有没有到前面去啊？以副驾椅子弄倒了，这个如果要做一些，你看超过260，你拿这个椅子把它往下倒，有没有？哦，那个再到什么东西？如果要到前掌去啊，你可以放这样最长，哦，你看这样。多少瓦等？沙巴嘞，300公分嘞，真正300公分是两，还蛮轻松的嘞，十七啦，沙巴，十七哇，真的，没有，这是乡民的十倍，乡民的十倍了哈，对吧哈，对吧，没卖，我没当卖，哎，这边公益我没当卖，哎，好，吧，开始啊，开始啊，啊这边跳不？这个好用，这样。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看不到，可以看这里啊。嗯，对啊。
不然先留着。如果买的人说要拆，我们再拆就好了，这样好不好？那更简单，那时间会比较短。好了，对啊，就大概就是这样了。好了，好啦，今天就是大概就刚刚跟讲过了哈，这是公益车嘛啊。卖多少我真的不知道哈啊，到时候我会应该不是我自己做而已，全部的人都会过来做比较快，好不好？明白啊，那那都为干咩干咩的话，这种功能都俊雄的啊，你看好不好？明天还有哦。有啊，弄一弄就好了，还不错嘞。还有气囊，我跟你讲，嗯。气囊能用吗？你别等去弄看嘛，泰山你别等去弄哈，真的哦。阿伯拉公捧没出来，你弄出来嘛？我跟你讲，我卖过最久一台车20年了，他撞到他还是爆出来。对，虽然我不希望大家去试了，可是真的是有了。台湾，哎，我记得台湾好像说10年以上原厂就不保固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可是我证实了，有不是我证实了，是我的客人有个去证实他可以的，对他真的会爆了。要不要试一下？整理好啊？有啊，吃卡换一挂物件，啊，试看卖。吃卡换啥？我皮领骨啊，皮领，皮领，哎、欸，啊，都会叫做拉杆，红杆机的拉杆。哎、欸，这2300还2000的啊？2300的。哇、哦，哎、欸，这外口卖10几万呢。有，伊2000的人就较卖啊。但是2000的你凊彩卖几万啊嘛？对啊，无伊对啦，啊，伊2000的就是较耗油啊。都好油啦，你看你讲车变重啊，哦，你看我这你看你看你看，都奥多巴贵，你看车来啊不？哦，我呀，起码叫龙掉，你看，等等起码讲龙。路线哦，现在路线，龙散啊，但是这就是会用你继续用啊，你啦，对吧？对哇，靠呀！我准以前上行车记录器，等下修理拢在修理行车记录。车无歹，车拢未歹啦，拢改了，等下拢在修理行车记录器，还敢对？冲到不冲到未出来，你卖行车记录器耶？做无用诶，结果拢伤人诶。哎、欸，这到时吼，到时候这钱要捐给那个儿福联盟。对对对，伊讲甲囡仔有关诶，就是儿福联盟。我查过，你查过来啊？儿童福利联盟。哦，啊，存在很多路破皮都无要用啊嘛。我送伊一个皮套啊，皮套甲挂落去啊。啊，影响我拄仔听过会听起，对吧？啊，恁皮套在会用？哦，有没有觉得刺刺的？刺刺的。啊，有动啊？哦，有啦，这动啊，稳定就有啊。就是我这晒起来，就是迄个声音够大声。培林，培林是以前我一个女明星接毒的。哦，我知培林叫培林，对。不要恁姑，不要恁姑，啊，这边都无。我当看电视，搁一个叫艾希，哦，看一下我爱输，啊，一个网红哦，一个找伊呾讲，哎，你好，我是艾希，哦，看，啊，你是多艾希，有多艾希，哦，调侃好，这个名字哦，好奇怪，咱不是咧爱，不是咧输，好不？像咱种无正经的，听起来感觉艾输是要输啥？啊，韩国人讲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普惠希。你那苗这里叫诶，韩国人叫金惠熙，哦，金老鼠，哎呀，金拢姓金，对对对，安那姓哦，那金惠熙哦，这应该听个安排啊，安排哦，名都对啊，对对对，你知游泳池韩国人上侪，有啥物？你大概见面看到朋友啊，你也来游哦，我也来游，我也来游，不是总侪，是总爱去，总爱去，哎，总爱去，哪里韩国人最多游泳池？你也来游，哎呀，我也来游，我一起游，一起游。哎，咱这就正经诶，要捐款，要慈善的咧。哦，我咧啊，有啊有啊，这边咧贵啊，你请。哦，老母鸡有嘛？哦，鸡腰三段舞。哦，我唔捌坐过，我唔敢坐。我唔敢坐。哎，坐一边钱咧，我唔敢坐。啊，隔壁都是金门当兵。当兵。想当年823炮战古宁头战役，我们都没有遇到。军中乐园啊，831，起龙斗啊，起龙斗啊，叫学长用个斗。不能欠小的款的，无人斗。欠伤侪小啊。练那嘛是块红桥，练那较差一撮啦。我对吧？也颗粒较大呀。对，修理车不能落，较差一撮。好啦，这自战车吼，真的就是整理到一个程度啦吼。就是你等于赛 OK， 所以咱即摆直接赛宜兰嘛，袂使惊其他车。没啦，我们就整理到一个程度啊，也便宜的起标，便宜的卖。我是希望是有需要的人才来买啦。对啦，
因为吼，咱讲真诶啦，我拄着就一种贪俗诶，嘛毋是咱诶粉丝啊，伊嘛压根无想要做慈善啥，伊就感觉贪俗，伊才要买啦。咱讲真诶，这种人，但是咱感觉这种车有一种人买，咱会唔甘啦。哎，哎，不是讲咱当成啊，袂像讲眼光啊，我有差。对啊，钱是共我的，对不？钱我收着，我嘛是捐出去啊。咱也经手尔，咱也无赚，当然无赚了吧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希望吼，我觉得大家就是比较这个自己稍微配合一下，莫讲吼你是贪心来买，安尼我感觉吼，你等于你塞车，你可能大家会巴肚疼。哎呀，你哪塞巴肚哪疼，大家塞在车想要落塞，我感觉是安尼。啊，真的有需要有帮助、哦、可以帮助到生活，你便宜买到，我觉得 OK 啊，没有啦，换一句话讲啊，反正、哦、到时候这个卖多少钱，我们是全捐，对不对？啊，标越高我没差，好、哦、啊，做越多善事，啊，不讲真的啊，车主，哎，车主拿去交换新保贴五万，对哇、啊，啊，伊五万关嘴都完嘞，这是第一点嘛，对吧、啊？因为我当初来第一句我们是讲啊。伊换新车，我你也无去旧换新，伊讲伊知影，可是他就不要，对哇、啊？啊，伊做这五万会使关注，但是我甲你讲啦，第一点是就是啥，卖爱超过五万，对不？第二点是啥，他觉得伊感觉讲，这个车咱也卖出去，唔拿这五万会使关，佫会使帮助到一个需要用车的 人，对不？所以我讲哦，卖下要求，你真正有用的，你再来买，好，我的感觉是安尼。对了。对啊，卖讲贪俗，你要来买，我感觉就无意思。啊，你厝有时段爱在，啊是讲吼、哦，你厝的这个经济经济无啊好，啊是啥，需要一个代步车，安尼你来买比较紧。都算啦吼、哦，你有需要啦，你来买吼、哦、啊，有好的人来买安尼啊，帮助到大家啊，钱捐出去再帮一次安尼，嗯吼、哦、，double 再 double 安尼。儿福联盟啦，所以吼、哦，咱我咧想啦，咱到时啊，咱要趁机蹭一下热度，啊就是。你哪边下标来帮咱分享科比的影片、啊、哦，哎呀，要不然不分享都给取消。哎，不分享比赛呗。到时候这个活动办法哦，我们会把这个影片的网址哈、哦、留在我们的 FB， 然后你们在底下就可以直接这个下标。好、哦，你们就可以这个在底下留言哦。你们先设公开分享以后，对哦，你就可以下标了。嗯，我得标者嘛，哎，一律弃权，一律弃权。好、哦、啊。哎、欸，阿正啊，飙三天，你知道飙哎五告级嘛吼，而且不管我这些都是三天零元起飙，啊结果飙到四万九咩种，啊四万九就四万九啊，我们啊咱是做神速啊，我那也无差啊，那安尼好啦，四万九差一千我出，对不？你一元、啊、一元，啊那一元得标，你得哎到四万九千九，啊要出十块，我讲四万九，我出。我是讲，啊，伊来给你出十块，你着爱跳四万九千九百九十九。真屌，真屌，真屌！哎，还有华嘞，这件事情只有三个人知道，啊、哦哦，哪三个？一个是当事人，好、哦，一个是我，另外一个我不能说。哎、哦，无讲啊，无讲诶。哎，这笔成本就管了呢哈，我买三杯星巴克哈，先不跟他盖关呢，盖关了啊，像你讲啊，拿一元指标我就倒啊嘞，啊，所以咱即马就是，咱真正要一元指标嘛，啊，是咱来有一个指标，对不对？不要让科比跳到这，咱的粉丝到还无水准，应该是袂啦，一人一票救救科比哈，我该变化麦啊，对啊，啊，真正三万那个款差，科比赚两万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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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差不多啦，哎呀，标太贵嘛，无意思啊！我知道大家都很有爱心，对吧？哦，有的人讲，哦，我跟你讲，我就刚想要捐钱尔啦，99万，有这种人无？有可能吗？我相信应该无。有啦，试了你也无来啊？指标，哎，足济嘛，你。指标做的马上会爆炸，你知道？哎呦，无性生活。那指标的人是永远无性生活，做的马上会爆炸。对哦，所以应该是无人来指标啦。啊，但是都有税金嘞，税金要怎算？就是运动的使用者，就是讲我嘛，就是表示你标五万，啊，都加税金嘛嘞嘛，税金就是哦，卖掉的人加税金嘛，啊，我个到处税金安尼哦。好啦，无钱咱无得，对，你那有算着税金嘛？你莫讲我标个10万哦，十万来你要交车。这个车哈、哦，你们买到的金额大概税外还有大约一万五左右啦，含强制险，检查过的嘛。
万七减四千五是偌济？一万三嘛，万三佫加差不多2000块的强制险。强制险就像你。所以哦，你得标之后，你还有大概15000左右的过户费跟税金要付。对，税金。好，啊，这个税金付的都是今年一整年的，一直到明年四月才会收到税金这样。但是你嘛卖肾啊，你不要再吃东西，不是拢免开钱呢？我是给你保养好、用好尔，你以后还是要定期保养。哦啊，有用的人就不要去了啊。反正啊，活动办法我们就直接写在这个粉丝页好了。好，好、哦，还有那个 YouTube 也卡，哦，写一下活动办法，这应该是礼拜的播出嘛。对。好、哦，啊，看一下标题篇，我们都写在下面，什么时候结标，安内。嗯嗯嗯，好不好？啊，大家支持一波。哦，我们以后定期我们就做这个慈善，这次慈善完之后，我们再慈善，再慈善，哎、欸，只要咱无斗，咱就一定慈善而已，好不好？嗯、好啊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小铃铛，拜拜，拜拜。班长，我那上集那个出来，他说一直要戴，叫我戴口罩，你知道这口罩多难买哦，对不对？以前你看哦，以前是要这样戴口罩去抢钱。现在是对不对？带着钱去抢口罩。对啊，你看现在，对啊，还叫我买口罩。对啊，我买不到啊，我也没时间去排队啊。早知道，你看卖这多难卖啊，卖口罩多好啊，大家抢着哦。口罩还卖口罩？对啊，卖口罩多好。哎、欸，不要看了，没有，我快点，你立陶宛。你偷看，我有看到哦。看我加紧看，你看嘞，我快点。到新闻线上拜了礼拜，够吗？所以买啊，伊找我去农业有无？我拢甲讲无用，拜拜了。我讲拜六礼拜上无用的，你啊，我是变哪去做这步啦，对无？所以买啊，伊都无找我，就泰山去。哎呀，泰山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康康。这件事情只有三个人知道。我讲了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还有第三个不让你知道。第三个我不能说，哎呀，龙龙嘞，龙龙啊，龙龙一下，脱口秀一个啊，你弄吧嘞。我看你啊，龙龙你不知道，我知道，泰山你去见。ご覧の番組は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した。